今日翻嚟咁早啫，開工，梗係啦，一間要去揸呢個攀爬車啊！嗱，話説喺上一集咧，徐偉傑同學就教咗卡洛斯認識咗攀爬車啊，幾位同學咧仲夾手夾腳幫卡洛斯完成咗部車。於是乎咧，今日我就可以拎架車出嚟揸啦。既然架車咧係可以攀爬嘅，所以咧我哋就要揾笪地方咧有山俾我哋爬嘅，咁先至能夠盡興噶嘛。於是咧我哋就叫咗架車嚟到朗平呢度集合啦。咁我哋行對面嗰個山，大家咧先食咗個豐富嘅早餐，然後就攞啲車出嚟活動一下。但話説啦，卡洛斯對架車咧係完全唔熟悉，根本就唔識得點揸。佢哋行得好快啊！我唔識行啊！我唔识行啊！等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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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佢今日呢个影片咧就系记录卡洛斯点样跟住阿林 Sir 同埋呢班学生咧，一边去行山，一边去学习点样驾驶呢一种攀爬车，由攀爬石级开始，逐步逐步我都爬到上山噶。当中咧学习咧其实都好 steam， 而且仲发生好多有趣嘅事添。老人家顶唔顺啊！喂！当我跟他们爬了一小段路，以为已经到达终点的时候，竟然发现我以为到了终点，原来是起点。有你的终点在对面山头。我死了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又或者因为我的攀爬车用了很短的时间，一晚之内完成的，所以很快就出现问题了。好彩咧，佢哋非常有經驗，個個咧就帶住零件同埋工具喺身，立即咧就同我去維修架車，令到咧我即刻又有得玩。如果唔係，就要孭住架車行山啦。得啦，你咧？我想你個殼好快花曬咁樣，緊要啦，再噴過咯。嗱喺行去目的地嘅路程裏邊咧，卡洛斯一直都喺度大跺口嘅。第一咧係因為我唔識揸啦。第二咧，我又要騰翻隻手出嚟拍片，單手啊點樣揸到車咧？我話啲硬殼咧要落多，即係唔夠重係嘛？嗰啲病係因為上面太重，重心好高變到。哦，所以下邊碌嗰啲咧應該要用曬金屬拎啊，加七。所以佢呢個標準 S E 好似都冇咩用處啦。哇！我鬥車，呢度就係有六個碌打住個車。咪咯。嗱，经过喺平地上面做咗少少训练啦，卡洛斯慢慢咧就对依架车熟习咗啲啦。嗱，我发觉佢同一般模型车嘅最大分别咧就系动力都几大嘅，而且由于轮胎嘅特别结构咧，真系可以咧喺崎岖嘅地面上面行走。而至于佢攀爬能力几多咧，我依刻都未领略到啊。喂，天秋，小朋友喺度打天秋。你好。跟他们一起玩都挺开心的，后生几十年的会。上一次又跟他们打 war game， 今次又跟他们玩爬山车，叫我攀爬车，学识很多东西，自己又砌了一架车。帮我砌拍片吧，第四换电机。一二三拳，呢啲小學生玩嘅嘢，我又識玩。嗰個年代玩嘅嘢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繼續上路，行去另外一個山頭啦。聽佢哋講咧，嗰邊咧真係有更加斜嘅斜坡，可以試驗架車嘅能力喎。點解咧？行錯路啊？應該依邊啊？哇！而家好太陽喎。咁啊，斜啊！
哦，又要走翻上嚟啊！喺呢段时间，我哋一直都系行紧平路嘅啫，仲未见到好斜嘅斜坡。哎，但系跟住斜坡就嚟啦。话而家先重点嚟，而家先就系爬山嘅位置。我点爬啊，大佬？我车爬到我都爬唔到啦，好辛苦啊！人又好辛苦，车又好辛苦，好辛苦。佢哋，点解佢哋咁？哦，啊，我挨咗上去啦，湿晒气，我已经散晒啦。哎，反埋车，哎呀，哎呀，爬唔爬到啊？咁都爬到，咁都得，唔得啦。哎，依边都爬唔到啦，哎，依边得喎，哇哇哇哇哇，嗰个徐伟杰嗰个六个碌啊，真系上到去喎，系嘛？行依边上到喎，继续上，继续上，哎，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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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努力努力努力，输咗冇份。救命！哎呀，救命！救命！啊！继续上，继续上！佢哋又向难度挑战。啊！啊！哇哇，真系上到，犀利！除咗几个六个碌，真系好劲喎！哇，好犀利啊！车壳重咧，就唔系咁容易上到。斜坡噶啦，佢哋啲壳咧有啲系软壳嚟噶嘛，我依个系硬壳。总之物似主人形啦，我又冇力时，佢又冇力啦，盖都甩埋啦。反啦反啦，失重心。唔系喎，佢喺度挣扎喎，点下点下咁样可能得噶喎。嗱嗱，佢够轻喎。技术搭救啊！转右，转右。哎呀，哇哇哇哇！咁都得，鲤鱼翻身。揾路衬，呢班友话呢啲叫仿真车，仿咩真啊？真车咁样可以爬到上去？你点我啊？哈白唔识嘢啊！嗱，经过佢哋指点咧，原来攀爬真系有啲技巧噶。你见到啲石头上面岩岩惨惨咁。你总会找到一条路咧，让架车咬住嚿岩石咧，慢慢咁攀爬上去嘅。当中啊，梗会经历好多嘅挫折啦。而听佢哋讲咧，喺攀爬过程里边咧，最好将个差速器锁实咗佢。咁即使有个碌落咗坑喺里边打滑紧咧，其他嘅碌咧都可以帮忙接翻架车上嚟。就系咁嘅方法咧，架车咧就可以越爬越高啦。成个过程咧都几励志下噶。我好臭啊！不如大家都嚟睇下卡洛斯点样由个失败者慢慢学下学下，都能够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啊！哎，成家又识玩咯，不接啊！稳住一定碌喺石柱度，唔得。点石佢？喂喂，黐线啊！黐线啊！收脚，收脚！你竟然跑到，翻到去啦，翻到！车又上咗去啊，人擒上去都好辛苦啊！有啊有啊有啊！顶唔顺啊！上唔到啊！马仔，冇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快啲啊！三黄鸡啊！快啲！啊！三黄鸡喎，三黄鸡。啊，即系就住就住，其实可以搵到位，可以爬到嘅。搵路先，
呢度啊，咁啊，喺呢度唔得啊，褪翻后，兜呢边，咁就可以上到啦。哎呀，哎，我得，我上到。哇，哎，好辛苦，继续上。哎，我踩。哎。上不上到了，我上来了，阿伯都擒到上来啊，唔得啦，阿伯顶唔顺啊，阿伯冇力，阿伯休息下，点好呢？呢边得唔得咧？要食到啲位置，阿伯上到嚟，阿伯，哎呀，劲啊！见佢哋可以不断向难度挑战，你睇越嚟越斜，越嚟越斜，佢哋都可以上到去。你睇下我都系向下行噶啦，啊，走啦，阿伯顶唔顺啊！哟，走上嚟，其实都唔简单啊！我觉得可以行到上嚟呢度，落翻去啦。唔到佢哋今日带我玩咗啲咁过瘾嘅嘢，原来人有行山，车有行山嘅经验系咁嘅。死咗又死，你知唔知搞唔掂？又死，佢又死。我指出嚟先，唔等。我架车已经死咗啦。俾人孭翻落山，又可以运动下，又可以玩车咁样。不过咧，当中咧好多蝦碌啊，架车咧坏咗好多次。我架车咧已经死咗啦，俾阿风孭住啦。好啦，我今日我分享到呢度啦。我系卡洛斯，喜欢影片嘅就订阅加赞同埋分享出去。拜拜。